你好，今天是2023年的8月26号，就想跟大家讲一下财经新闻的解读。第一单就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新世界就发声明，就说有一些网独立的网就做一些恶意的评论，就令到它那个债的市场啊和股票市场都是受到攻击，令到它股票价格就下跌，就要求政府警队就是去调查。我想讲的就不是讲这件事，我想讲就是很多大部分的市民是神化了那个发展商，就是觉得发展商买的地每口价都是很精准的，那就不会蚀本的。那我想跟大家讲，其实不是咯。那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其实是经过几波的淘汰才剩下香港那几大的发展商。那因为未经历过市场的淘汰，你是不会知道哪一个才看得通看得透那个市场。新世界其实以前都试过经历过一个危机，就是在这个会展的时候，郑裕彤先生的儿子郑家纯先生曾经做一些很多的收购发展，令到他是财困，需要鄭裕彤幫手，譬如賣他們會展的那個服務式公寓賣出來，賣了很多物業，是令到那個新世界才是鞏固回。除了他之外，其實亦都有試過有幾間的房地產發展商，好像置地賣過Silver Court，賣過Hardcore House，賣過Fleet House，這些都是置地，因為他們發展那個負擔比率高的時候，他們需要去做一些減磅。因為其實房地產是很有趣的，是一個資本運作的遊戲，即如果你不去槓桿的時候，那你會是根本賺的利潤就有限，還有很少做房地產呢會是即逐個逐個做好循序漸進做，好少。通常手封信嗰陣咧，有錢喺手咧，就會係嗰個槓桿係會高啲咯。咁因為嗰個市況係好嘅時候，之前賺嘅利潤係多，咁都會係計得嘅價咧就比較進取啲。咁我好記得咧，即係其實我自己93年在房地產發展商做，我次次賣地我都有去，去看他們去賣地，亦都負責去計地價。計地價，如果在97年以前，如果你用計那個叫做 residual value， 即是叫剩餘估值法，即是說你計得到整個 development 多少錢，賣到多少錢，跟住減了建築費，減了利息成本，減了行政費，你如果擺利潤在那裡的時候，再等著那個地價，咁咧你就唔會有投得到。咁通常咧進取嘅發展商咧係唔會擺利潤喺度咯，即係接近係零利潤。咁咧嗰個地價咧就係最進取。咁佢哋同景係咩咧？同景就係話嗰個市場係升，咁嘅時候個 GDP 咧係會更加高，咁佢賺咧就係賺嗰一筆。如果唔係咧，係永遠買唔到地。咁所以試過曾經信和啦，同埋麗新咧，係喺97年嗰陣咧好進取啦。一個咧就買咗小西灣南灣半島嗰笪地咧，就108億啦。另外麗新咧就買咗嗰個富麗華酒店啦，同埋隔離一個物業啦。咁令到咧佢哋係債台高築嘅。咁需要林伯去幫手去將佢善後翻，即係買部分資產咧，令佢將佢善後翻。咁信和嗰陣，我記得有朋友喺度做售樓部咧，咁
嗰陣啊，黃志祥先生咧去買南灣半島咧，係每一個物業咧都係蝕本，不但止佢係蝕本，連佢有一個後來一個股東啦，叫做維德啦，即係而家嘅叫做無限極廣場啦，無極限廣場啦，就係成個維德都係俾佢拖垮咗，要去將個寫字樓總部咧賣咗出嚟。去填小西灣嗰項目嗰個氹，咁所以大家唔好即係以為啊發展商去買地係一定賺咯。咁我之前啊，其實我哋自己舊公司咧同長江實業都有合作，咁佢哋好進取咁啦，同我哋合作啦。咁嗰個項目咧，亦都係唔係賺錢，即係佢哋俾一個。嗰、那個價錢已經唔係好高，但係當個市況係回落嘅時候咧，都唔係你想象中咁理想咯。即係房地產係叫做不動產啦，不動產嘅原因就係因為佢要將佢變現咧，係需要時間咯。咁人心係最難測嘅，因為人心即係大家對佢有信心嘅時候，大家會去積極去追價，但係人心冇嘅時候咧。他們是不會理會，即是那個人心不在的時候，你叫他去追價很難，他只可以你要給折讓他，他才願意去購入。現在的而且確已經去進入了一個買家市場了，所以出現為什麼現在坊間有一些房地產發展商他那個供幹比率這麼高的時候，那些人就覺得佢危險咯，因為有幾樣嘢出現嘅。我哋需要做一個每一年要做一個佢哋而家嘅資產要做估值，即係每一年都要去再做評估。過去嗰一年那個物業價格下跌，無論商業啦，無論住宅啦，無論你在建嘅項目咧，都係下跌嘅時候。你就需要重新做個估值，可能以前你值十億嘅，而家因為跌咗成兩成，你得八億，咁你個融資嗰個額度咧又會係少咗，跟住令到人哋做評級嘅公司咧，又會將你嗰個評級，信貸評級咧又會降低，咁令到你嗰、那個要支付嘅利息咧又會係貴咗，咁即係好似早兩日我嗰條片講一樣啦，而家新世界嘅二手嘅債券咧，有啲係做到七厘幾啦。咁即係話個市場係對房地產有啲房地產發展商要求嗰、那個回報嘅息率咧係要高啲先得，因為佢擔心佢有機會好似內房咁還唔到債。咁呢啲已經係大型嘅發展商啦，咁你中型、小型嘅發展商，你可想而知，咁佢哋嗰個借貸成本咧就會係更加高啦。咁你中小型發展商可能需要嘅借款嘅利息咧，可能係要去到九厘。咁你話一個項目需時兩三年，要佢三年賺30%，唔係一件易事咯。咁啊～另外，香港的中小型的上市公司咧，而家佢哋喺資本市場去募錢咧，我諗相信都要去到13厘咧，先至有投資者咧，先至係願意去投資咯。咁呢個係所以點解令到而家香港嗰、那個股票市場咧，你睇到尋日成日冇一單嘅公告出嚟係關於收購合併，即係成2200多間公司冇一個收購合併，因為係揾唔到一啲好嘅交易啊，揾唔到一啲好嘅deal，咁所以係房地產市場又係咁疲弱，金融市場又係咁疲弱，即係呢啲即係講咗咁我咁擔心嘅嘢就係咁解，因為有啲網友就留言咧，其實我唔係介意佢。話我講嘢重複，咁而係就係話如果一個人係想，即係我係自己比較睇一個叫宏觀經濟嘅人嘅時候咧，即係睇呢個叫做睇樹幹啦，唔係睇枝葉啦。睇樹幹嘅時候，其實每一日要講嘅嘢唔多，即係等同我以前樓市升市嗰陣，你見我寫嘅文章其實都係好類似。
升市咪就係弱美元低利率咯，嚇、啊、嗰、那個價格反映唔到嗰個價值咯，就係、是、咁簡單，幾個字講曬，呢、這個就係嗰個樹幹。咁你講嚟講去都係講呢樣嘢，咁你要去講枝節係你。我不是我的擅長咯，咁而家喺一個淡市嘅時候，啊睇到結構性經濟結構性有轉變，咪就係咁嘅嘢咯。結構性嘅轉變唔可以一時三刻可以改變，咁所以你要聽到我啲論調咧係重複又重複嘅。呢、這個就係睇一個叫做宏觀經濟嘅人睇嘅嘢唔同。你係想執摘西瓜定係執芝麻？有啲人咧係中意執芝麻啊！我每日賺佢少少啄下啄下睇啲好微觀嘅嘢。有啲人唔係，我睇到個大方向，我知道個大方向喺邊度嘅時候，我跟住去做，咁就冇問題。咁呢個咧係兩類人唔同嘅選擇咯。咁點解我中意睇大方向？因為你睇到大方向嘅時候咧。其實你就是順勢咯，係順流咯，即係等於如果你十幾二十年前看到個大方向是新經濟，是平台經濟，你咪走去投呢啲咯。咁啲平台經濟其實講真係全部係一啲係玩一啲叫消遣嘅遊戲啦。咁啊好多睇開傳統經濟嘅人咧，就會覺得呢啲係呃人嘅伎倆。因為你嘅估值不斷咁去變大，令到咧嗰個原始股東咧係賺最多錢。咁呢個係嘅，因為講真，而家係我哋講緊係一個叫做互聯網嘅世界。互聯網的世界其實之前我都講過一集嘅啦，應該係講乜嘢叫 startup 啦，乜嘢叫做傳統行業，即係傳統生意。咁傳統生意，譬如我舉一個叫做牛腩麵鋪為例啦，傳統嘅牛腩麵鋪咪即係話我喺間地鋪揾間鋪，跟住咧就請師傅就做牛腩麵。咁呢個咧就係傳統生意嚟嘅。咁呢個咧就唔係叫做 startup。startup 就即係話。我要運用一些新經濟，運用互聯網，咁可能我就做一個牛腩麵的平台，我自己一間牛腩麵鋪都冇嘅，我喺手機做個 Apps， 你要去訂牛腩麵就去我呢度啦，我就可以同你唔知幾多分鐘之內可以買齊咁多牛腩麵，我可以買呢間鋪嘅牛腩，嗰間鋪嘅麵，嗰間鋪嘅湯水，加埋一碗麵俾你都仲得，咁呢、這個。咪就係叫做 startup 咯，因為點解佢有機會係 scale up 可以覆蓋去全港，覆蓋去成個東南亞，覆蓋成個全球。只要你做到呢樣嘢，你個故仔講得好聽嘅時候，啲人就會去投錢，因為佢有無限嘅想像空間。因為你傳統嘅牛腩麵鋪，佢一個線性嘅增長，一間變兩間、三間、四間、十間，慢慢咁上，但係。一間startup 牛腩麵的 apps 佢唔係，佢可以一個幕次嘅增長，一變二嘅平方，跟住就四嘅平方，跟住再平方平方平方咁上，即係等同嗰啲荷花咁樣，佢係一個幕次咁去增長，即係一晚就成個荷花池咧都係俾荷花冚曬，就係咁解。咁呢個係一個好勁嘅增長，咁。依靠咩？依靠系烧钱咯，咁即系话你可能越烧得钱多咧，你有机会潜在嘅利润咧就越大。咁呢啲亦都系好得意嘅，即系话你烧钱嘅时候蚀钱嘅时候，啲人仲有一个憧憬就系话啊未来你会赚到几多钱，有个梦喺度。好多世界就系话。如果你是真真正正被人計到條數的時候，沒有個夢的時候呢，那呢些人呢就會個估值反而更低，調返轉頭你蝕緊錢有無限的想像空間的時候呢就不同了。那過去在一個低息環境呢是幫助好多這些初創是可以通過天使輪啦VC 啊 ，A 輪、B 輪、C 輪啦、去到上市咧，令到個股值咧係幾何級數上嘅。咁啊，最肥嘅梗係嗰啲創始人啦，跟住就係嗰啲風投啊嗰啲，咁即係佢嗰個回報率咧就非常之高。咁啊，最嬲尾上市嗰陣用一個天價嘅 PE 去上市嘅時候，咁佢咪可以諗到一個叫做 exit 啦，即係。
點樣去走出，即係點講？點可以叫做賣咗呢個 business 啦？咁其實所有嘅投資咧，我哋最緊要睇係乜嘢咧？係睇 exit 咯，即係我可以點樣去甩身先？咁其實同我以前講嘅一樣，金融又係講咩咧？就係講緊叫風險控制。我咁嘅錢入嚟，我幾多錢會走得出咧？如果我走唔出，我輸幾多咧？我成日都講，我話金融同打劫銀行一樣，係睇你嘅逃走路線咯。你係唔係話你賺幾多幾多，而係睇下你有冇一個安全嘅逃走路線。呢、這個就係講緊我哋做投資嘅，我哋要去計量嘅嘢。咁過去嗰20年，成個風口咪就喺平台經濟度咯。咁啊，直至幾時咧？直至到早幾年啦，中央政府咧就打壓，因為佢喺平台經濟賺嘅錢太過分啦。我哋需要再進行一個二次或者三次分配，因為點解？因為平台經濟嗰、那個成長太快速啊，好多行政啦、稅收啦或者立法咧追唔切，咁啊佢哋賺嘅錢咧係非常之多。咁啊，冇一個監管嘅時候，佢鋭意咧係要收翻錢，跟住咧要去派翻俾其他嘅民族拎刀，成個內地嘅平台經濟咧就好似有把刀咧喺個頂度，你唔可能會再有一啲好高嘅暴利啦。有把刀喺你個頭，你中央政府覺得你係賺到咁樣咧。就是合適，咁所以令到大家對平台經濟咧已經係冇咗一個憧憬。呢、這個就係點解香港嘅科網股由喺高位跌落嚟，自從喺嗰、那個買金服被喊停，唔好喺香港上市之後，係一個超級嘅轉捩點嚟。呢、這個就係同美國奉行嗰、那個平台經濟而家仲係玩緊嗰樣嘢有所分別咧，就係咁解。呢、這個其實又唔怪得邊樣嘢唔啱嘅，因為大家個體制唔同啦。因為一個始終係一個資本主義嘅國家啦，而中國不嬲都話咗俾你聽，佢係一個社會主義嘅國家，一個姓資嘅，一個係姓社嘅，兩個係唔同嘅意識形態咯。咁你硬搬用資本主義啊喺股票市場，因為佢哋美國大部分藏富咧就喺股票市場裏面嘅，咁你硬搬美國嘅資本市場落去中國嘅時候，咁啲人唔明白嘅時候，咪會覺得點解中國嘅股票市場點解嚟嚟去去都係3000點啊？因為中國佢嗰個本質係冇改變咯，佢哋都係會用行政手段啦，會進行二次啊、三次分配，呢個係一個叫制度嘅問題咯，並非係嗰只股票係唔係好或者唔好。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嚟嘅。咁第三我想講咩咧？第三我就想講係關於未來嘅增長點啦。咁我想講下ESG 啊，或者叫做綠色金融啦。咁未來嘅增長點一定係喺呢一個大方向嗰度。咁點解我花咗幾年時間啦，寫咗幾本書係喺呢樣嘢？因為做先行者咧係有一個優勢，即係等於我哋去以前淘金嗰陣啦，去舊金山掘金，你去先行者咧一定係有優勢。第一，嗰度最容易俾你去撈到金啦。第二，你諗下，你唔好做淘金嗰、那個，你做淘金嗰啲 service provider 包括乜嘢？包括好似 Levi 仔仔褲，包括嗰邊做賓館嘅，即係而家嘅酒店大亨，做淘金嘅工具，做嗰啲鑿啊，做嗰啲西啊，或者係做課程啊，呢啲咪就係可以提供一啲叫做隔離嘅附加嘅附加嘅商品啊，去提供俾佢哋咯。咁 ESG 都係嘅，
如果你是先行者，即好像我这样，那我做培训我都做不切啦。这一个礼拜可能做两到三日是做培训、可能帮银行学会，可能帮一些机构做培训，有一日可能整日做六个钟，有一日可能朝头早做一 part， 夜晚又做一 part。 那这个市场因为人多，识绿色金融的人多，咁嘅时候佢一见到要去做嘅就联想得到你，咁呢个咪一个叫先行者嘅优势啦。另外你去做培训嗰阵，你又唔需要去揾客啦，啲客户走去主动去揾你嚟，你就可以做商业配对。呢啲咪有啲另外嘅叫做嘅生意啊，另外嘅收入咯。咁呢啲咪就系先行者咯。咁你话而家系咪迟咧？我觉得仍然唔系迟咯。咁啊，要去入呢行，咁咪先要去读课程咯。咁我唔系话要去 sell 我自己教嗰啲咩啲课程。咁坊间有好多呢啲 ESG 啊、绿色金融嘅课程，有政府嘅资助，有CEF 嘅资助，有许正宇嗰边嘅先导计划嘅Green Sustainable Finance 嘅资助，系可以。你只可以俾兩成錢就可以讀到最高資助10,000蚊，咁呢啲你咪去讀咗先咯。咁你有呢個知識嘅時候，先至可以喺你自己嘅行業，喺你自己嘅工種裏面去揾到邊一樣嘢係同你去 match。因為 ESG 係講緊一啲非財務性嘅嘢，對嗰個公司有乜嘢嘅評價啦，咁呢啲係啲非財務性嘅嘢，咁佢嗰個產業鏈係非常之廣闊嘅，咁係由投資啦，即係由去做評級啦，做報告啦，去計碳價啦，即係計碳排放啦，去做其他啲 social 嘅嘢啦，即係啲社會公益嘅嘢啦，好多唔同角度咧。都可以有參與，咁你就要睇下你自己係邊一範疇，即係等於我朋友啦，碧瑤嘅Raymond Wong一樣啦，咁佢係強喺 social 嗰一 part 裏面，咁咪佢咪喺 social 嗰 part 嗰度揾到商機咯，咁佢唔需要一定要喺 E 啊嗰度去揾到商機啊，或者你可以喺數據嗰度可以揾到商機，你可以喺 AI 啊，或者係一啲叫做運算裡面可以找到商機，這個是要看你自己的真的那個專業在哪裡，還有你在裡面找到你那個價值在哪裡，而你提供的服務是怎樣解決到市場上人需要那個痛點，即是你解決不到人家的痛點是不行的，即是我就揾到我可以解決到人哋市場嗰個痛點，那個痛點就係話人哋唔識，人哋需要一個人係需要解釋得好簡單，話俾人哋聽啊乜嘢叫做 ESG， 乜嘢叫綠色金融，乜嘢叫做碳中和，那個市場係需要一啲人係用一啲好顯淺嘅語言解釋得到俾佢聽，咁就嗰啲人係因為想用錢去買時間，因為他不需要自己去花時間去找資料去 做認識這件事。那這個就是經常說商業怎樣才會去做到生意，生意就是說你要去解決到人家的痛點咯。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了，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拜拜。